是水源剧场举办 ASEAN Oriental Dance 阿萨德中东舞团最新歌舞剧《多情城市》的首场公演。演出前即有中央社以外文报道，探索女性问题的东方舞蹈秀，并在首演后获得极高的评价。近年来，中东地区因为性别平权问题与头巾纠纷，不断爆发争取妇女权利的大型示威活动。女性勇敢摘下头巾走上街头，但也因此发生许多憾事。ASEAN Oriental Dance 阿萨德中东舞团自2009年成立以来，则致力于用中东舞蹈来探讨社会议题。在2013年，更是创作出经典舞剧《解放广场》，开启一波中东舞蹈的革命浪潮。多情城市是由2009年台湾肚皮舞冠军邵振宇老师所编舞，结合台语女性中东主题，呈现出最台湾味的当代中东舞蹈剧场。将伊朗女权诗人的作品翻译成台语，搭配阿拉伯手鼓及中东传统舞蹈，将女性克服社会刻板印象的勇气、不甘与害怕诠释得淋漓尽致。在那个五名分外交的标准里，咱在两个太阳互相对话着无止境的时阵，吹着音。剧团执行总监邵振宇说。好，我们这个作品一开始就是以台语为出发点，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台南人，母语就是台语，那从小到大就讲台语，所以就是希望把台语加进去中东音乐舞蹈里面。那后来就选了老歌，台语老歌《望春风》《雨夜花》那四首。在创作的时候，其实花了两年的时间在做音乐，因为要找不同的乐手，还有去跟他们一起去共同创作。主要是这种东西没有人做过，所以我们就要用甚至要用不同的节奏，中东节奏去做结合，就是希望观众觉得没有距离感，那是一个充满台湾味的中东音乐舞蹈表演。那也是希望像这样的作品可以未来一起带到国际其他国家一起去演出。那因为主要是在其他国家并没有像我们用中东音乐舞蹈去探论社会议题，在探讨这些议题，是像这次的其中一首歌是录了五个国家的语言，那波斯文、阿拉伯语、台语、广东话、国语，那去探讨不同社会去对女生的一些负面的看法，那跟词语，那这些词语可能是我们平时常用，但是其实我们去没有注意到。那举例来说，可能我们里面谈论了说，为什么脏话都是女性而不是跟男性有关，都是偏阴性，或者是女性的生殖器，那为什么男性的生殖器都不是脏话？对，像这样的东西是我们想要透过这个表演也唤醒大家去对这件事的注意。英文名为 City of Love 的多情城市，描述着不同层面性别和纯真浪漫的爱，同时也反映出来到这城市后所遇到的世俗规范、嫉妒、丑事。此次演出，剧团执行总监邵振宇将台湾歌谣之父邓雨贤1930年代经典民歌集《四季红》《雨夜花》《望春风》《月夜愁》等知名歌曲重新编排成中东版本的《四月望雨》。邵振宇说，在重新编排这些经典作品时，通过让他们与传统阿拉伯音乐的节奏一起演奏，以适应东方舞蹈，增加了中东风味。尽管爱之城也融入现代舞蹈，但东方舞蹈通常被概括为肚皮舞。该节目还将播放完全原创的曲调，邵将其描述为受阿拉伯音乐启发的当代 R&B、Disco 和城市流行音乐。第二点是福如花版本的窗口，这是伊朗诗人和妇女权利倡导者福如 Farazat 一首诗，讲述了社会对女性性行为施加的限制。邵振宇说，他之所以想要在作品中出现福老族，是因为他来自台南，那里的方言被广泛使用。
政大土耳其语副教授 Nemes Usman 表示，钱小玉 always tries to tell us something with his dances. I like his show. He doesn't show us only dance. I find his dance like narrative, try to say something us. He combines modern dance, modern ballet and traditional oriental dance. He finds very nice music also. I like him.因为与节目对女性的关注保持一致，除了邵本龙、打击乐手和参与节目制作的大多数艺术家之外，所有舞者都是女性。许廷栋表示，其实融入了很多中东的一些社会议题，像是包含了就是在伊朗那边的头巾事件，那甚至在去年呢，伊朗也有发生过网红的一对情侣，他们在街上跳舞被抓走了。所以呢，其实在前半段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们很开心的在跳舞，可是呢突然间就发生了这种女性的冲突事件，那进而呢就有个女孩子死掉了。那我自己的判断是，那个可能就是在头巾事件在形容这一件事情。那到了最后呢，其实刚刚老师有说，其实在最后的那个类似葬礼的部分是有一点像是给他力量，但我个人一个感觉是那是一种无声的抗议，因为呢舞蹈在他们当地是不被允许的，可是他们透过艺术的表演来呈现出我们就是讲抗议，对于现在的社会有很多的不满。所以其实我到后面看的，其实内心是有很多很多的感触的。廖云章表示，他让我们看见了这个台语跟这个中东的舞蹈的结合，然后并且其实透过这些大家很熟悉的音乐，然后把大家从一个很熟悉的状况慢慢带进女性的议题。那我们会发现说，其实不管是台湾的女性、早期的女性，或者是中东的女性，或者是现在女性，其实透过音乐和舞蹈肢体，它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看见更多女性共同的命运。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部戏它让我们看到了非常优美的舞蹈，其实就算你不懂现代舞，你还是可以看得非常开心。可是你在音乐里面，然后你在这些舞者非常生动的表情肢体里面，都可以看见跟自己很有共鸣的地方，所以推荐给大家。尽管我们不能亲自去趟中东地区，但多情城市所结合的中东元素足以让我们像身临其境在当中，去体验去感受中东异国文化，同时也能点出从女性议题所搭建中东与台湾本土之间的文化连结。公民记者蔡中和、高维成台北市中正区采访报道。